车后面啊，我丢！把那辆车贴在墙里面怎么看？还说车子后面，我还以为在那边车子后面，我丢！说车子后面，然后我说废车。别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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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烦死了！你要听自己的，你不能听队友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刚刚这二号都死了都，是不是？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了。我需要握把。我看到那个人从那个人跑过去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反正就嘎了。我打倒两个了，我尽力了，我就70发子弹，我打倒我60发子弹，刚掉下来，然后还有一个被我打残了，我就只能这样了。要不我自雷吧，我跟你跟花露火花露水要不要自雷？你们打啊！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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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我们去钢枪？你们去钢枪啊？好吧，那我们去钢枪吧。你要不要药啊，花露水？捡了，捡了好多。莫尘，莫尘，你欠我多少个人情啊？怎么？你好像还没还给我。哼。找你找你还你还你玩。不过还好，我都拿了三个头了。哎呀，真服了！本来我应该不会嘎的，就是莫尘，都怪莫尘。剩我跟你了，三号，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。行，下次无所谓，你自己打。你会对我负责的吧，三号。怎么不是？不打啊！打。有老六，铁王赶紧跑！哇，第三这把起飞了！真的假的？肯定啊，有第三起飞了，在哪？在哪？你把这个石块换成那个？走，先走。哦，再拿一把 AOG 就起飞了，我跟你说。真的吗 ？AOG 这个。对啊 ，AOG 这个赛季很强。真的吗？我都没玩过 AOG。只是我第一次。只是我操作太差。我看到那些 AOG 我看到那些 AOG 我都不想捡，我觉得太菜了，换子弹又慢。走。AOG 不是打5.56的子弹吗？走。AOG 这个赛季它很强啊。真的、啊。真的。你问莫尘。对吧？我没打过 AOG， 这个，我从来都不打这个枪。是我说错了吗？是5.56的那把 AOG 的。AOG 就是那个56的枪啊，那换子弹又慢，射速又慢，菜得要死的枪。但是这个赛季它很强啊，很多打手都喜欢用那个。啊、哦，真的吗？很多高手都喜欢用那个。哦，这样。是吧？有人接。